教您三招，颈椎一天比一天好，简单又方便，不花力气也不用花钱，只要天天做就能够缓解您的颈椎不适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，今天就教大家三招，让您的颈椎呢越来越健康，远离颈椎病、颈椎疼痛，一定要认真看完，相信会对您有所帮助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希望我的科普视频能让颈腰椎疾病的患者呢真正受益，早日摆脱疼痛的困扰，回归正常。今天我就教大家三招。第一招，双手交叉，手掌向上，抬头看天，保持10秒钟。第二招，手指合拢放在肩膀上，做一个手臂旋转的动作，先顺时针再逆时针。这套颈椎操呢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紧张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第三招，双手叉腰，耸肩缩颈，抬头看天，保持10秒钟。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酸，但放下后就会觉得很舒服了。如果您已经患有颈椎病，不建议大家做大幅度的颈椎动作，因为这样会增加颈椎间盘的压力，导致颈部的症状呢加重。缓解期、恢复期没有症状了，可以跟着做。我要提醒大家，只要坚持下去，肯定会看到效果。今天我教给大家的这三招，您都学会了吗？